哎，好对，直线，就直线而已。好，前进喽。好，前脚抬高哈，抬高踢呀，踢二，来放下，慢慢放下好了。抬高，对，二放下，轻轻晃，重心还是保持在后面啊，九分在后面，来，踢哦，放下，来一个动作，踩不能往前踩啊，身体不能往前潜，那个前脚完全不受影响，啊，抬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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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抬高。都不能放下哦，好踢哦，一直踢，不能放下啊，二，三，很好啊，不错啊，四，抬高，再抬高，膝盖抬高啊，对，四，来放下，往前一，抬高，抬高，这训练你的看耐力啊。你支撑不到了，很好啊。后脚是脚四十五度，不能超过哦。来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来往下，来收步，收前脚，来移动，活动，来这你要示范啊。转膝盖啊，一、二，一啊反二反向嘛，二、三、四、五啊往后拍，一、二、三啊停，要有协调性啊，你不要好像缺乏运动细胞啊，你那个前踢啊，那个好像是那个关节没有锁好一样。这样跳的，来，那个谁，转向后转，金姐跟那个玉清，毛主力，看啊，看鞋子了，来，毛主力，啊，抬高，踢呀、啊，往下、哦、来，你看一下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来，双步，搞碎了，很多都碎，啊，小转看于真跟郑翔。来，你们两个啊，快！哪里让你们闲着了？来，毛主力，预备！来，抬高，五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来，收步，很好啊，不错啊，来一起来。妈，啊，这样低啊！你们新的当然是没办法，新的这个一低，这个低不进去，然后这个脚这样乱甩一样啊，不是正常的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一开始这么漂亮，他们都要去撞墙壁了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一起来啊，来，毛主席预备，右脚在前了，开始，九分在后面。抬高，啊，对，尽量高，尽量抬高，膝盖尽量抬高，抬高就踢平而已就好，就是跟大腿平就好了，踢出去哦，五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放下，不能这么，不能听到声音了，猫掉下来没有声音的、啊，来换脚，往前，好，抬高，膝盖打平啊，对，脚板啊，对，这样就对了，已经踢得很好啊，对，那提高臀部才能够往上，对，好来，踢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来放下，来收步，
现在都五下，一次要十下。来活动。拿来吃鼓励，哎。你冒出去吃鼓励，这样再打，再打，动作稍微就。像你今天的一个动作，看。你上档还没加？还没。哎，先在家里啊，在家里自己还得打，来，给你两个。叫啥？左手在外，哎，记得啊，这姿势就不要变哦。上台，那这手抓下来，放下，不用交叉，啊，交叉好，交叉，也是在外哦，都是在左，都是用左手在外啊，双外挡呢，这个地方是挡人家啊。这是往对角，啊，哎，来往前伸，双面挡，往下，往前往下，哎，你进身体的时候对，切过去，来下挡，一。移动哦。